哎呦，有点乱。换一个台。放我的这边。林板，你说。还走了电话过吗？那个刘红。好吧，我还是放回了这个。嗨，我刚在调电视。好帅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其实也没有啦，主要是因为昨天没有洗头，所以今天只能洗了。医生，那是刚好带了这个嘛，加密通话，哎，合影，哎呀，看到我眼前这个菜，还是很想吃两口。今天中午点的，应该还可以吃。我点的本来就冷的，点了一个有点酸，罗马大拌菜。就是它这个是个醋泡的。有点酸，就是刚开始端上来的时候它是不是特别的酸，但是刚刚就泡一天了，好酸。我为什么一定要伤害自己呢？什么脸都吓白了，我真无语了。今天其实吃的还蛮好的，但是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报销吧，流程极其的繁琐，极其繁琐，并且要求特别多，就是完全听不懂。我要不是个财务，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反正拿这个发票去，他说有那个问题；再拿那个去，他说有那个问题，怎么都没有，怎么都有问题，所以就很难受，什么便利店？合影，反正很麻烦，所以今天下午就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外卖，但不是我点的，是姐姐点给我们一起吃的，然后我就一起吃了一点，很好吃。然后吃完之后，就是其实因为点的很少嘛，人很多，然后点的东西很少，就只吃了一点。后来他要说给我们送盒饭。就是大概都已经到六七点钟了吧，本来是五点多就可以送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没沟通好，就没给我们送，后来又说要给我们送，然后七点多才送过来。不过还好我不饿，那个时候。口红色号，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，我这都是随便涂，抓了谁我就涂谁，因为我买的颜色都差不多，真的，我喜欢的颜色都是那种比较浓郁、比较有颜色的那种红，我其实就不喜欢涂那种什么蔷薇，还叫什么啊？什么叫？说不来，对，也不会买。但是有的时候他会送这种试用装，因为你补妆的时候会很方便嘛，试用装就这么一小点，你放到包包里就很方便，
所以就总想戴上它。但戴上它之后又不喜欢那个颜色，只能硬着头皮涂。但是要看你背的是多大包，如果我说我今天背的是这么大的包，就可以装下；如果现在背着这么小的包，那就装不下了。是吧？人家都说那种浓郁的那种红，就是白人涂的才有那个气场感。那还真有，那种装饰的包很多。偶尔如果背那种包的话，里面就只能装下一个口红，就装不下了。然后手机拿在手里，差不多。也不是啦，吃是吃了。但是万一衣服没有兜呢？我要看一下群消息。还好像错过了一个火锅，所以我看到了一瞬间。没有，今天结束了。合影。是的，但是很可怕。我昨天晚上，但是这个话题说起来，我今天又会害怕了。火锅，我啥都没吃呢。哎呀，怎么说就是，刚刚还挺累的，不知道为何。我走到电梯的时候，我都是很疲惫。当我一进到我的房间，我不知为何，我那种激动的感情涌上心头。等一下，我要拉下窗帘，给你们展示一下啊，电动。高级，很开心。什么声控是不是有点对，床头可以开关全房间，但它有一个是那个总控，你只要摁一下总控，啪一下全都黑了，好可怕了。刚刚还有点累，但是一回来就突然劲就来了，就跟那种就是课上就是困得不行，一回宿舍啊精神啦。所以就是，但是点外卖的话就要等很久，你知道吧。现在都几点？现在都12点了。我就小小播一会儿，然后赶紧卸妆，然后睡觉。我就是本来昨天晚上我想要不把电视开着，要不就是把那个就是那边的厕所的灯开着，但是我又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好一点，我怕我那样的话就没睡好，今天很累，所以我就又把所有灯都关掉，结果房间唰黑。
嗯，我专门把那个枕头布成一个方阵，就是枕头一共有四个，我就摆成那样，就是两个先这样并排，然后再两个这样竖着，就把人护住，就不会滚下去，就把它摆成一个一个阵，嗯，然后还是很害怕。嗯，今天晚上打算吃两粒褪黑素，然后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，不然要真的要有黑眼圈了。前两天本来就有黑眼圈来着。冰眼罩是不是就可以让眼睛消肿？但是感觉一直冰着，那冰到大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有的时候眼睛一冰，然后就连接着就冰到太阳穴，然后再冰到脑袋，就很可怕。直播上不行，那不行。嗯，这眼睛啊，好的，再次大家来猜猜我的眼睛是几边形？我看看，猜错的人要那个啥的，猜错的人要那个点击屏幕右上角，嗯，好，刚刚猜错的人主动点击一下屏幕右上角啊，嗯，哎。合影。嗯。因为我今天还让别人猜了一下呢。哎，合影。不行，我怎么感觉刚刚还很活泼，现在突然感觉眼神有点迷离。哎呀，明天也要起来，嗯，那我早点跟大家说再见，大家也早点休息哟。那拜拜啦。